在我的脑海里，北京城是被一站站地铁串起来的。而这趟通向东单三条的地铁，我已经走了将近三个春秋。第一次来这个酒吧，身上还带着北岛的时间与玫瑰，因为一杯鸡尾酒认识了这儿的老板。老板是隔壁的人。现在来点什么啊？没听清我给他的不挂科吧。你是上的？对，当年我鼻子一杯送很北的。当年我鼻子一杯送很北的。在这个地方，有的人醉生，有的人梦死，这一切都是自由的，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我可能永远我曾经以为爱情就要像泰坦尼克一样足够轰轰烈烈才会有人买单，后来我才明白，冲动与激情总归要落于平静，爱情也会隐匿于日常，成为你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几百个日夜以前，我也像他们一样年轻而且热诚，理想主义高歌猛进，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而又异常坚定。但如今大学之中充斥着繁忙的学习和老板无尽的 push， 来做的怎么样啊？要继续加油啊！在一次次的挣扎与妥协中，生活逐渐显露出他严肃冷漠的一面。这是北京最复杂的立交桥，在钢筋水泥的架构中，人渺小的像巨大细胞中的一个分子。但在这座水泥森林中，北平的气质依然存在，就像这位煎饼师傅，15年如一日，为这座城市带来美食
安的。从西单换成一号线，就会到达我们即将度过五年的地方。从这里出站，就是中国银行的总部和老佛爷。再往东，十里长安，中南海，金融街。这是一个被权力与资本的逻辑统治的世界，太多人在这里欢笑、悲歌、寻找，还有失去。这世上有一万个爱人，一万种道理，一万个令人心跳的愿望。偶然或者必然，我最终选择了这里。八百个日夜过去，所有的记忆扑面而来。未来的我又会是谁？走进地下。
夜晚，随着时间平淡一切，照亮我们黑暗的心，究竟是什么最青春？